科普列车其实已经办了很多年了。4年前，我带着我的上一个班的自由班学生也来参加过，因为我们是科学自由班。那其实我们在教导学生的一个宗旨是，除了学习科学之外，那也希望他们以他们的优势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，所以能够让他们以自己的专长，然后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去教其他人科学的知识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会更有感受。那在分工的过程，他们可以彼此的感情增长，也可以学习去看到自己的优缺点，然后在当天活动的过程，也可以学习跟小朋友去互动，用国小生可以理解的语言把它传递出去。那他在这个过程会有很多学习和成长。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借我们的这个实验，然后稍微了解到这个科学原理。科学其实就是掺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那借由这个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更多的科学原理，然后借由实作来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。